今天呢，我们进入为学之道啊，等于呢，我们呢，怎么当学生啊？哦，那这个佛经当中啊，谈到这个学习的态度啊，哎，有用比喻的啊，我们常常说啊。法器呀，啊，哎，学法的人，哎，要像法器，哎，器是器皿，啊，哎，比方说这个杯子，哎，那我们现在要学习了，啊，假如我们的心态呀，啊，这个杯子是覆杯啊，盖着的。那这个茶呢，就倒不进去了。哦，所以无法接受啊，善知识给我们的教导了。哦，那怎样是这个情况呢？啊，比如啊，精神不济啊，听的时候呢，半梦半醒之间呢，哦，那这个就吸收不了了。啊，当然，这个时候还是先睡饱啊。哦，啊，或者心神不宁，哦，这个就不是没睡饱的问题了。哦，可能心事重重啊，心不在焉了。哦，那这个法就进不去了。哦，当然。啊，比方说，傲慢的，那三十四的东西也入不去了。啊，我慢高山，法水不入。哦，所以，老和尚说，学习呀，当学生三个态度很重要啊。第一个呢，尊师重道。恭敬啊！我们待会用《论语》的句子啊，提到好学生的句子最多的就是颜回、夫子了。哦，那这些好的态度啊，他都具备了。啊，那印祖常说的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啊，十分沉静啊得十分利益。啊，第二呢，就是清白。哦，那清白就是你要归零啊。哦，就这样，我学的挺多的了。哦，那可能跟老师抬杠了。啊，所以为什么开三个条件啊？你以前所学不承认了。啊，我们觉得自己有什么啊？那要吸收善知识教文。不容易了，那第三呢？是好学，很主动，那像这个好学的态度那才会主动预习的，才会勤于温习的。这个都是主动的态度了。哎，第二种情况呢？哎，污气污染的这个杯子了，杯不干净那这个老师的东西也装进去了，也不容易了，因为他心怀成见。批评、抵触，或者坚持己见，先入为主，这个是属于他成见太重了，那另外呢，比方说他带着功利心来学，这个也是染污啊，很多人学习是为了。
哦，这个老师名气很大啊，我去镶一个金呢。哎，我回来，哦，走路有风了。啊，那用这样的心要学到东西不可能的。哎，那就变成可能自己有解脱的机会呀。最后搞明文力呀，在哪里搞？在佛门搞，在圣教里搞。这叫批判如来啊，拿如来去做生意，去搞名闻利养，这会破坏佛门形象啊！哦，那这个是堕阿鼻地狱了啊！一个人啊，比方说我们遇到老和尚啊，这是无量劫来脱离轮回的法缘，那我们。因为有名利心了，最后搞到地狱去了。哦，那这个差别就很大所以老和尚说了啊，学习传统文化，首先呢，真诚心、恭敬心，哦，还有一个是亲近心。啊，绝对不能带有财色名利这些所求。好，哎，第三，这漏气啊，这个杯子啊，破洞了，啊，那是一边装边漏了，啊，如杯穿漏了，啊，纵然接受老师教诲，流掉了。哎，比方说啊，不及时温习呀，随即遗忘了。哦，哎，这个比方说我们一起研讨完了，啊，当天稍微再看看呢，印象深了啊，或者再思维思维，哎，今天有听到什么？哎，稍微把它记下来，啊。当然，你现在也可以记啊，可是呢，不影响你专注听为好。不然我们的这个客观啊，来检讨一下，哎，我们抄的那些笔记啊，几本呢？拿起来看过吗？好啊，那你抄要时间呢、哦？抄的时候对你听的专注有没有影响？啊，我没有说可以抄或不可以抄啊，我什么都没说啊。修学的人要很清楚自己的状态啊，不能，哎呀，我没抄，好像心里不是很舒服啊，那就是一种执着。你要看你有没有学习的效果，有没有受用。啊，不是你本来的习惯就是好的，你要检讨检讨。好，好，那好，不及时温习啊，随即遗忘了。再来，你还要时时温习哦，温故而知新哦，不然久了还是忘了。哦，而且我们所学的东西呀。真的要纳在心上啊！哦，那绝对不是两遍三遍能办得到的，要多熏几遍呢，甚至于多熏几遍之外啊，还要把这个教诲解行相应。那你行了之后啊，你的解的就更深了。那真的就变成自己的东西了。好，哦，那佛啊，在讲一部经以前呢，哎，都会有一个对我们的态度上的提醒啊的，
谛听，啊，善思念之，是吧？所以老和尚怕我们忽略了这一句话，有一个专题，善学佛法与传统文化，就强调谛听啊，很恭敬，很专心啊。而且不会听错了，听偏了。善思要会善思维。念之呢，那就不能忘。要落实在善言、善行当中。这些都是态度哦。态度决定了我们学习的收获。不是态度决定成功了，成就了，不是成功之后再来改变态度了，这不可能的了。所以谛听呢，专注听闻，那很专注了，那就听一句就那一句了，这个就断了，像。负气啊！我们刚刚第一个错误的态度啊，这个杯子是盖着的，进不去了所以断了负气的过失。第二，善思啊，善思维，如理思维，断污气过就是不要夹杂自己的想法、看法、我执、我见。你都是用经典在思维，这个断污气垢，那念之，常常念着，常常提起那这个就是领纳受持，不能学完之后就忘了，你看孔子的学生，孔子教完教回来。这个回虽不敏，那学生马上，我虽然不敏捷，请示师矣我一定好好把您的教诲好好去做了。这个就是断漏气过，不能学了就忘了。佛经里面也是说欢喜信受相信接受。那好好去落实坐理而去这是佛法当中用法器这个器皿来比喻我们当学生的态度。